家好，现在我们是在往 Bar Harbor 那边走，就是我们住的那个 town。 今天准备在 downtown area 走一走，吃点东西。周围的山都已经爬得差不多了，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两边都是高尔夫球场，很漂亮的一个 area。路边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trail， 我们走一下。这个 trail 是以前住在这儿的一个人叫 George Doerr， 他把整个苏德曼还有 Old Farm 全部给捐给了这个 National Park， 这个部分就是他捐出来的地方。他父母是非常有钱的波士顿人，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30个 room 的一个 cottage， 在50年代的时候彻底失修了，然后就被铲掉了。这个 George Doerr 的以前那个老的农场就在这个小 trail 上面，从这个老的 farmhouse 这儿走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 cove， 就是这种伸进来的小弯。如果要时间多的话，可以在下面晒晒太阳。这个扣旁边你看，应该是水特别大，都把它冲垮了，不然的话会直接连着前面的这条路上。这地方的好处就是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在这里可以叫什么来着，做瑜伽呀还是什么。刚才这条路断了，我们就走旁边，这有一个小台阶也能下去。现在是大概5点多钟，光线变得越来越好了。海边这些石头本身实在是太漂亮了，仔细一看各种颜色各种纹路，这都是海水冲出来了，冲了几万年冲成这样的。对面就是 Bar Island， 哦不是，应该是我左手边这个，左手边这个是 Bar Island。 在这儿吹着海风特别舒服，接下来准备带大家去我们住的镇的中心去看一下。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Thanks for watching.